们现在来飞这一台是 SG106， 好，型号是 SG106。那这一台就是 1080p 的镜头，然后光流定位，光流定位大概是这样子啊。那室内开箱已经有拍给大家了，现在我们就直接来拍一下它户外的性能，还有它定高光流定位的稳定性哈，然后看一下它这一台画质哦，画质拍摄的画质怎样 ？OK， 那我们就直接来飞喽，来后退一点哦。OK， 外八解锁，好来起飞。让它定位一下，让它定位一下。这台的电池是 1S 的1600毫安哈，然后官方的数据是说可以飞到22分钟啊，飞到22分钟。好，我们让它定位一下，好，让它光流定位一下。有风哈，风一直往后吹，我飞前面一点，让它定看看，让它定看看，我让它定一下。这个草地没有明显的纹路哈，所以其实它不太好定啊。OK 哈，定住了，定住了。好，草地的纹路不够明显哈，要给它一些时间做定位。好，这样子就是光流定位。来往前飞，再飞高一点，哈、哦，飞高一点，高一点，看一下，好，放开，哈、哦，让它定看看。让它定看看哦 ，OK 哦，定住了哈、哦，定住了哈、哦，看一下它的稳定度，现在高度应该大概5-6米、6-7米那边啊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OK 好，那定位没问题，我们就直接飞一下它的速度哈，飞一下它的速度。哦，速度偏慢哦哈，速度偏慢。好，速度偏慢。哦，是逆风的关系哦，逆风哈，逆风有慢了一点哈。好，我们回来看一下它顺风的速度。哎呦 ，OK 啦 ，OK 啦，速度也 OK 啦。哦，速度 OK。那我尽量不要飞到左边那边哈，左边那边有讯号干扰，左边那边有讯号干扰，所以我们尽量往右边这边飞。好，速度哦，好速度，好逆风。OK， 那我现在把它放开看一下，好看有没有定位，放开哈，在飘哈，还在飘，还在飘，让它飘。哎，定住了啊、哦！光流定位定住了哈、哦。你在测试的时候，如果发现它一直定不住哈、哦，就建议你要小心的飞，因为表示地面的纹路可能是太暗，或者是光线太强，好、哦，或者它没有纹，没有明显的地理纹面纹路，它是判断不出来的哈、哦。它就是靠一个摄影机往下拍，然后做一个图像。图像跟踪而已，做一个图像跟踪而已，所以它的光流定位有很多环境限制啦，有很多环境限制。哦，那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大概是这样子的，翻滚翻看一看，要回来一点哈，回来一点翻比较清楚。哎呦，怎么有一只苍蝇撞到我？来翻滚。翻滚的话，它的光流定位定不到哈，因为摄影机乱飞了嘛。哦 ，OK， 哦，它翻滚会掉高度哦，翻滚会掉高度，哦，会掉高度。哦，有风哈，有风不翻了哈，因为它翻滚的时候会随风飞，好，会随风飞。现在风是吹向我这边，好，往我这边好，你看往我这边吹了，往我这边吹。哦，定不到，再定一次。哦，我们让它再定一次看看哈、哦。好，我放开。好，让它定看看。
哇，有风哦，有风，有风，有风，进看看啊，进不到吗？哦，进不到哦，我再飞低一点，看看，还是远一点，飞远一点，那让它再飘一次，让它再飘一次。哦，让它再定看看。哦，定不住哦，现在有风哈，定不住，好，定不住。它有一直减缓它的速度啦，但是因为有风吹哈，它还是定不住。毕竟这个只是光流定位而已哈，我们飞低一点，看一下它会不会比较容易抓到角度。OK 哈，飞低一点就抓到了哈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稳定度哈，稳定度。又往后飘了哈，风又来了，风又来了，好，又定到了，好，又定到了 ，OK 哈，我们来拍人好了哈，拍人。拍了，你看它的画质。来，过来这边拍好了。过来这边拍。我们都入镜。啊？逆光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飞机逆光没关系。这一段我主要是要看它的那个画面哈、哦。来，我们配合飞机过来一点 ，OK？ 哦，现在刚好它就定住了，那我们就拍看看哈、哦，拍看看它的画质。有风哈，有风会飘哦，会飘哦。哦，我们就看这一段的画质啦。好，光流定位只是辅助而已哈，只是辅助而已。你如果要练习真正的返航哈，请买 GPS 的航拍机哈，请买 GPS 的航拍机。那这个只是光流定位而已哈，玩具的性质比较大。好，玩具的性质比较大。我们现在已经飞八分钟了哦，飞八分钟了。哦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继续飞，把它飞完。OK 啦，定得还不错啦，定得还不错啦。测一下无头模式好了，测一下无头模式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无头模式哈、哦，无头模式。好，这台就是 SG106 啦，光流定位双镜头，下面的镜头也可以拍照录影。好，你看我现在让它一直旋转哦，它还定得住哎，哦还定得住，可以好把无头模式关掉。好，左右再飞几圈哦，这一台官方数据可以飞22分钟啦，我们不用把它飞到22分钟啦。好，该测的都有测了。飞远一点啊，飞远一点啊，好，回来。哦，右边这边比较没有干扰哈，比较没有干扰。呜呼！好，它的。速度啦，速度中规中矩的哈，中规中矩的，不慢不快。那旋转也是这样，
就顺顺的这样而已哦。OK 啦，就飞到这边就好了啦。好，飞了十几分钟了啦，把它降下来，降下来，降下来。好，这一台 SG106 哦，飞的感觉，我们等飞机先过去一下，等飞机过去一下，有点吵。战斗机哦，今天清泉岗有空军演练哦，全部都是战斗机啊。好，来，好 ，SG16 画质还 OK 啦， 1080p 的画质还 OK。然后定位哈，今天的纹路判断不太出来哦，所以它定位就是会飘一下哦，再定住这样子。那速度个人觉得偏慢一点，好，那速度慢表示它抗风性会比较普通，好，会比较普通，好，那就是 SG106 户外测试 ，OK。This ever-changing world in which we live in makes you give in and cry. Say,